又有电视，非常熟悉。哎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前面没有凳子。恭喜大家完成《少年 On Fire》的第一次舞台演出！哇！接下来，我将公布第二次舞台的任务。本次舞台的主题依旧是双人舞台。啊啊！意思就是又要来一个，又要来一个。这次都不什么意思了。还要自带自备吗？但是我也好奇是哪一个。所以是谁？所以是谁？所以是谁？那么我们现在有请他出场。哦，不是自己搬凳子啊！啊啊 ！Hello！ 没想到啊，您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苏新浩，大家叫我小苏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，期待的是，能给师兄们一起在舞台上面演出。然后我觉得担心就是害怕自己做的不是太好，就是连累的师兄，就是给师兄拖后腿，就是怕自己做不好。长个儿了吧？小朋友长个儿，就感觉他，跟上次见面不太一样，变帅了。然后期待是。跳舞会不会更好了？嗯，是我近视还是他粉底用的没有我们白啊？应该是跟我一样吧。头盔需要，就是打篮球长得黑了一点，不然还挺帅一小伙子。光没打好，光没打好。对我怎么打光啊？快打一场过去。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像你小时候吗？哎，真的，他长得好像马来西亚小时候啊。说真的。真的，你知道你那个光着身体的那张，我觉得 P 在一起，你给他打个码啊！你我觉得 P 在一起是有点像的。再见，我可能对不起。OK， 来，我们看，开始看我们的舞台 demo 吧。来，第一首《红玫瑰》。红玫瑰，其实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啊。嗯，这首歌真的听过好多遍了。太熟悉了，这首歌。是否说爱情的太沉重，过度使用，无恙不痛，烂熟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又落空。哇哦呀，我觉得你应该选这首歌啊，你把小提琴继续学上，在旁边拉。可以真的真的可以。我选红玫瑰了好吧，谁都不要跟我抢。又来了，我必选红玫瑰。下一首歌了啊。 Rising Sun。 张震源，你进不来。Slow down. Now I cry under my skin。这就开始了。我的。变成了的幻想。来了。来，一拳。神神，已经会跳了这个。不，你留下的话，然后就上前就跪下了。快！站起来！没有了，好吧。张震源选这个吗？那必然选这个呀。这是韩文哎。是。下一首啊。OK， 下一首。这啥歌？你快红布。这首歌很有味道的一首歌。就很有故事性。就是它有一种。说不出来了。沉淀后的魅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、沧桑的感觉，沉淀后的魅力。这宋小轩的，你要不要尝试尝试？我觉得可以。OK， 那我们听下一首歌吧。下一首了哈，《雪山的故事》。这首歌很熟悉啊。哦，我听他宋小轩一直在那儿唱，每天都在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是真难。哇，这声好高。
不要还给我。哇，这首歌真的好难，我已经破音了，已经疯狂起来了，好吧。相信说我走太多了。各位，各位听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，我已经有答案了。那肯定选 Rising Sun 啊。嗯，我们两个选虚线行为人。好的。苏一浩呢？我想选 Rising Sun。你不能说出来，这游戏就是不能说出来。他万一开玩笑的。对呀、啊。这是迷惑你们，爱的是你啊！我觉得我选的这首歌应该会有人选。我选的红玫瑰。我选的 Rising Sun。我选红玫瑰。我直说了。打篮接选了红玫瑰，对啊，组队成功。你选的啥？我，嗯，巡演荧幕人。你选的啥？一块红布啊。哦，啊，哦，我也是一块红布。你这不是以红玫瑰吗？啊，哦，我选的狼与美女。我选择做我的猫。马哥选择做我的猫。做我的猫，做我的儿子，不行吗？开始了，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。你肯定是我的名字，不用看了。啊，先接一块红布。啊！哦，哎呀，真是他呀！一块 red 布。哎呀，觉得一块红布比较摇滚，因为我正是我喜欢的风格。然后大家也说，蛮适合宋亚轩的。所以我就不负众望，选了这首歌。我想看 Rising， 一定没有我。我猜是李耀文。五、哦、啊，要玩儿。五、哎哎哦哎，一定没有我，一定没有你。一定没有我、啊。你看这些不老实的孩子啊，比如说之后肯定会被狼叼走。我觉得挺适合我的，因为他有唱有跳还有 rap， 我觉得就感觉机动性比较强吧，然后有很多能表现自己的地方，我就想选这首歌。我们看红玫瑰有几个人。哦，只有一个人，又是上次那种，好惨啊！我本来以为这个节目人会很多呢，居然红玫瑰都没有人选吗？刚刚听到红玫瑰的时候，不是都是非常惊讶的感觉？其实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啊。嗯，这首歌真的听过好多遍了，太熟悉了，就是。我选红玫瑰了，好吧，谁都不要跟我抢。第二张是谁？哦哦，有人，名人是谁？我写了名字了吗？没写名字啊，那不是我名字，我以为是你换头像了。那不是心儿，是。我的就其实是因为第一期他唱了一个其实相对于平一点的歌，第二期就想就是往上面走一点，换一不同的风格。其实也是因为整体看下来，我觉得那一首歌是最适合我的。第三个，哇、哦哦哦，这就好亮了。第二个是谁啊？
你知道你要经历什么吗？一会儿再告诉你啊。这支舞对于对比其他歌来说，可能就是节奏一些鼓点就是会强烈一些，舞蹈部分可能会比其他的地方多一些，所以我就因为自己擅长舞蹈嘛，就是选这首可能舞蹈部分比较多的歌。先看红玫瑰这个，红玫瑰第一个可怜的朋友是谁？好，赫尔吧，我猜是小赫尔。哦。真是喝、哎、不是刚刚大家不是都是哦红玫瑰红玫瑰，然后一个人都没有选吗？这首歌呢其实我妈妈喜欢的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，然后所以说选了这首歌。但是当时我只有我一个人选这首歌呢，我就不知道最后那个和我搭档的人到底会是谁，所以说我也有一点懂马哥上一次那个末路狂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这种心理，就是不知道谁会去他那个地方，嗯，就是内心呢其实还是有点担心。刮刮乐没有没有、啊、你也一样、哦、哎呀失策了，没想到其他两首歌呼声这么高。那真源那不可能四个都选四个 Rising Sun， 不可能有四个 Rising Sun 吧？你把 Rising Sun 第四个揭开，血腥有三个，我的妈妈呀！我们先看 Rising Sun， 姚翔这个肯定也很 Rising Sun， 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什么呀？咋不写名字呢？是谁啊？这是谁？这是什么的？杨翔吧，杨翔、啊、真是我那个丧是我写的呀。当时听到这首歌之后就有一个念头，说我必须选这首歌，不选我可能会后悔。谁敢对那血腥就有三个人，对，马先奇。哎呀哎呀我的妈妈呀，挺灵性啊这波操作。最近就挺喜欢这种暗黑的风格，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觉得这首歌是之前就很喜欢的一首歌，也算是比较喜欢的，就是张明老师就是歌里面的一首，所以其实对这首歌也比较熟悉吧。选择同一首歌曲的几个人在白板上写下自己想合作的人，票数最多的人可以反选搭档，若出现平票或两两互选的情况，由未选此歌曲的人投票决定谁更适合演绎这首歌。可以选一个人，然后票数最少的人自动补位。哇呀哇，开始了吗？血腥，真血腥。三、二、一。我心碎环节，还要反响啊！我的妈呀！大哥随便选，我觉得吧，我上次已经跟你合作过一次了，你可以尝试一下新的。你就是不想见到我呗？是、啊、不是这个意思。开玩笑了，我就觉得OK 没事嘛，毕竟我跟小张已经合作过一次了，我们已经很开心了，我们换一种风格。理解，没事，我还有三种选择呢，那也得看点新东西，也
也太重复了，对，所以就选了第二。小张的表情，但是我还印象挺深刻，他一脸那脸受伤的表情。其实觉得那天的当时选的那几首歌，其实都还挺适合的，没有什么他驾驭不了的东西，所以我相信他。三二一，我不看。对，啊？有点东西了。好尴尬。哎，他们三个互选啊，他们三个互选，那是不是平票啊？感觉大家会猜到我会选耀文的样子，对吧？就是，我觉得还是得多一点新的尝试嘛，对吧？再加上我跟他又没有合作过。没事，耀文。没事，耀文。没事。我觉得。rap 部分的话，我想跟杨浩翔一起合作。然后当时，我选了杨浩翔，杨浩翔选了孙浩选了我。不在我意料之中。我之前跟耀文合作过一个舞台，然后是那首哪吒嘛。我觉得如果选耀文的话，感觉大家会猜到的样子，想给大家一点惊喜，所以说，选了小苏。我们在韩国的时候。去看了他们的一期的那个台风蜕变之战，当时我记得辽文师兄是唱的大人物那首歌，是唱跳，当时他的一个开头动作就是很拽，然后就是这样坐在那个沙发上面，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，是他这个台风特别的好，就是吸引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时我觉得就尬在这儿了，你知道吗？下次三个人就三个人吧，好吧，大不了剩下四个人组一队，对吧？就这样呗。那是不是应该我们投票了？我本来以为我这一轮不会用到这个本儿，结果没想到我居然还拿上它了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这还交给我们做难题，我天！三，二。一，杨浩翔，然后呢？那是孙浩，杨浩文，是杨浩翔吗？不意外吧？对于这个结果，我觉得不是很意外。其实整体听下来是觉得他很适合这首歌的，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很想跳这首歌。我觉得，第一次来这儿吧，给他一个机会。对，就让他，能跳到自己所想的，就所以我就是让苏信浩去了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个环节啊，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，因为是我们是在猜他们到底喜欢什么。我是觉得既然都挺适合的，那我就随便投一个。但是好像真是这么想。我觉得杨浩翔还是挺适合这首歌的。当时。想投给苏信浩呢，主要是因为我之前跳过 Rising Sun 这个舞嘛，就觉得大概能想到他的方向，就觉得还挺适合苏信浩的感觉。我觉得，Rising Sun 那首歌，就是整个那个歌词的感觉，然后还有那个整个氛围，也挺适合他的。对，所以说我就选了廖文。下面真源和耀文需要重新选择两首歌曲，请分别写下你们想选择的歌曲。如果你们选择了同一首歌曲，则由已经选择歌曲的人选择搭档。啊，是真的，又来，而且最主要是这两首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选哪首歌，就怕遇到了，你知道吗？
我的天哪！好，现在请在白板上写下你们想要演绎的歌曲名字。随缘吧。啊，陈哥，我真的。啊，我好紧张啊！我也好紧张。三、二、对的吗？一。你是哪个 red 呀、啊？ red red， 三二一，出去！啊啊！你们都没人爱红玫瑰吗？怎么能这么巧呢？天哪！我为什么会选择一块红布啊？可能是因为我想尝试一下新的风格，因为《红玫瑰》这首歌就是感觉已经大家都知道了，所以就给人惊喜不大。选择红布也是因为它的风格吧？我觉得平时尝试还挺少的，就是。挺奇妙的这种风格，之前还没尝试过这种风格吧，就这次想尝试一下，所以说就选了一块红布。为什么让我选择啊？真的很不喜欢做选择，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做选的人。选人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太残忍了。哎，其实这个东西感觉真的就是心理上的那种折磨，真难。你摸摸我的手。哦，全是汗。来吧，亚轩，红布啊，三，我选了二，好难啊，一。啊，我懂了，耀文。因为觉得李耀文，想让李耀文尝试一下不同风格吧。之前他唱我的歌都比较 swag 一点，然后这次想让他尝试一下非常摇滚的风格。啊，张哥其实今天挺惨的，就是一天被抛弃了两次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张哥，下次一定 pick 你。对不起了，真源。不是，张哥，你这个……张哥，对不起。有啥对不起？因为想让李耀文尝试一下这种风格。嗯，我知道。没事，遵从你内心的想法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。其实吧。当时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觉得失落呀，还是怎么的，不过还是蛮能理解他们的吧。其实当我自己也特别纠结，就这几首歌，这三首歌其实我都挺想选的，就是太纠结了。但是最后去了红玫瑰，觉得特别开心，还是，其实也是挺不错的。其实吧，选这个红玫瑰啊，红玫瑰的话，最想的搭档呢就在我身边，啊，就是张震岳。所以说，当时那个张哥最后跌跌撞撞的，还是来到了我这儿之后，我当时还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。我心目中的人选没有被他们选走，我是十分激动。错过的不一定就是好的，可能更好的就在后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程曦。大家好，什么程曦？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。
啊，丁哥，今天这个地方看起来挺不错的。我们先起个队名，好吧？叫镇南小。哎，什么傻子啊？特别像，啊，特别像两个老大爷，就像马嘉祺和丁程鑫。我们叫家中有心吧。那家中有心简称什么？家心。家心。家心。再加个饼干。哎，还可以。跟这个首歌的气质都不符合。不太搭了。我们叫 DM Tua 吧。啥 ？DM Tua。DM Tua 是啥？丁程鑫、马嘉祺 tour， 再然后我们叫 DM tour， 那么咱们叫 DM fire，DM fire， 那这就可以啊，我觉得对啊 ，DM fire，DM fire， 可以 ，DM fire， 我们来喊一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DM fire， 好笑吗？不好笑，你也好笑。一块红布的话，就是这种风格我真的没有尝试过，真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你还别说，我们之前合作过几次，两次吧，一次是无限速，三年前，一次还万里长城。我们来看一下无限速吧。我不要看，那你别看了。我当时唱高音唱得好轻松的。年纪最小，心情很妙，那就是青春的味道。汗水正好，泪水。这声音，我天哪，太炽热了！你听我的，这还是什么？所有期盼。我受不了。我怎么笑出口水了呀？我把口水笑出来。真的，我把口水笑出来。希望这次比前两次好吧。好，难得一次合作机会，抓住我。嗯，好吧。嗯。哦，张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其实啊，我心目中的人选一直是你，所以说他们没选你的时候，挺开心的还是？我从有小份拿到红玫瑰之后，我一直想的都是你。真的吗？那我感觉都有点哦，所以说他们没选你的时候，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有很多种情绪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对于我来说，我还比较开心；对于你，但是看着你那样呢，我又比较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最后还是来了我这儿呢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兜兜转转还是你，不是。所以我们要起一个队名。那我们就叫，我们叫无敌战神吧。算了，太奇怪。我们叫歪嘴战神。我们叫玫瑰玫瑰我爱你。这么秀吗？这不是一首歌吗？我们叫带刺儿组。那你叫什么？我们叫刺儿组。刺儿组，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呀、啊？取的名字怎么都这个样子？我慢慢取一点英文。红刺扎，哦 ，red 刺扎 ，red 刺扎，对着他大声说一遍。你觉得说出来你不羞耻吗？我觉得取队名真的是一些非常让我自己难堪的事情，好吗？那就我们叫富贵遇上了张无敌，好吗？那这是口号啊，富贵无敌。行，哎，这名字我行，富贵无敌好。
我们叫富贵无敌组。那我们口号就是 Red 字渣。行，行，这听你的。大家好，我们的队名是叫啥来着？哦，富贵无敌组合。嗯，我们的口号是 Red 字渣。啊，你听过这首歌吗？才是，刚刚是第一遍。对。啊啊，那应该是让他们多放一会儿。第几次来北京了？有点多。啊 ，OK OK。嗯，剩余吃午饭了。是肯定是。嗯，这样我们定个队名吧，好吧？就，既然第一次合作，我们还是要起一个比较好的队名。嗯，你有什么想法看法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谐音嘛，就是听说你叫就是杨浩翔，然后我叫苏新浩，就是、都有一个浩字。浩日当空。浩。有号吧，就是两个人都有号。嗯，然后 Rising Sun， 那么就是我们把太阳这个元素也融入进去，叫浩日当空。好的，怎么样？哎，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？这首歌挺厉害。其实我不知道是赶上啥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是。你能想到末路狂花改成上次那样的吗？不能，想不到。我也想不到呀。我觉得先看才行，先看吧。来，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排练。来看一看啊，血腥爱情故事，角色分配：斯文反派 A， 被囚禁者 B。舞台概念：一场善与恶的对抗，一次黑与白的较量。整体风格比较黑暗阴郁。正如歌名一样，是一个病态的爱情故事。反派 A 是一个有着强大控制欲的心理变态，为了宣泄自己病态的控制欲，不惜将猎物 B 囚禁起来，用自己以为对他好的方法去爱他，最终遭到了反抗的故事。我的妈！等于说这个才是反派吗？对呀、啊、，A 是反派。啊，那我挺适合 A 的。说 A 这个不错。我也觉得不错。就虐待你，囚禁嘛？对啊，我就囚禁你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是吧？不是，你就应该会跟我们想的大不一样吧？啊？你先别看，一起。你来读。孤独患者模仿被封锁在无限循环的迷宫世界之中。血蛋突然就上一个档次了啊！越是声嘶力竭，就越是发不出一点声音。两个同样迷茫的少年相遇，他们互相理解，并为对方扯下禁锢自由的红布。发现对方才是彼此世界的色彩。两个人不要看着我，因为什么？读一句看我一下，读一句看我一下。两人份的希望足以照亮万千琼楼，表达了少年们还是选择了勇敢面对未知，做最真实的自己。你为什么要看着我？怎么了？面对你，我就看到两个人，我才两个人怎么了？那咱不是一个人，那不就闯鬼了吗？角色分配。被八音盒封印的玩偶，有点意思。我们要逃脱，遇到重重阻拦，最终还是回到八音盒带有一点童话色彩的故事。那就是一种暗黑的风了，营造出一种神秘、灵异、暗黑童话的舞台风。哦，我差不多懂这个意思啊，看一下吧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来吧 ，Rising Sun， 舞台概念。是一次绝地逢生的存亡考验，正义与邪恶在挣扎的边缘互相追逐，警报正式拉响，战争一触即发，金与匪的终极较量白热化，弹无虚发，招招到这里，想想知道谁是赢家啊。角色设定是警察和卧底。So， 有看过什么
警匪片电影吗？我印象当中就是那些警匪片好像就是什么港式那种电影比较多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谁是卧底，就是卧底那个其实不用说出来，就是不用表现出来是卧底，可以在一些舞台上的细节上把它呈现出来，就你可能或者就是最后再揭晓，就是对，不用揭晓，哦，就不揭晓，让他们自己去猜。嗯，就我们俩自己私底下定谁是卧底就行了，不跟他们说，跟他们说干嘛？来吧。毒药，是吧？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碎啊？刚刚那个后面是反抗是吧？这人应该是逃脱了，对，反控制了，对，反控制了。哇，这个好厉害！有人吗？不是反控制了，但最后还是爱着这个人，就是他被囚禁了之后，被一系列的控制，最后逃脱了他的控制，反控制了他，对，结果他还爱着他，他就是，就是那狗血，对，他就是恋爱脑，你用你的方式去爱他，就是灌毒药啊，我觉得这种爱。也太过偏激了，病态到不至于把他毒死啊，嗯！对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哎，其实哎，真狗血，真狗血。我觉得这就可以改了，这就可以变了。我们俩这音乐一停，突然蹲下去，镜头拍的是空镜，然后突然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掐着我的，我掐着他脖子往后退，这我就已经控制他了。那。那还用想吗？你 A 我 B， 就这样 ，OK。你就是感觉放不开。为什么放不开呢？哎，感觉放不开，我就是我们很尴尬，很害羞。哎，我们就是三四年了吧，为什么还觉得尴尬的？不是，我说上台。上台为什么？上台我怕大家又说我租。啊？我跟你一样，我演戏也是一样。但我上台我就不一样，因为我上台就是，我感觉我是最帅的，所以你不要觉得尴尬。好的，王哥。但是真的上台真的不要束缚自己。好吧。我真的给你打个预防针吧，就这首歌，感觉真的还挺难的，想听一下改编或者是什么感觉。所以，听听改编过的。好呀。你坐下来看。我感觉。哦，还有音乐啊。还可以哈。有。就是编曲改了，但是就作曲旋律没改，就听起来就还是。不能用吉他吗？吉他那不就跟原曲差不多了吗？就感觉用钢琴不。哎，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？这首歌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？因为我想给你一嘴。头大。你觉得这个做的怎么样？头发好乱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甩一甩。你说啊。你甩一甩。再甩。你说。好。我觉得这首歌改编之后，那个小碎拍好多呀，感觉这首歌动作你觉得难吗？还行，我觉得不是很难，但是身体控制挺多的，就是需要做的更夸张一点，才能让别人看得清楚。所以说你就
在练的时候就得我们要一起好好练一练。好的。哦，这编曲挺不错的。哦，有暗黑童话那味儿了。我喜欢这个编曲。听一下后面，前面起来。哦。哦。哦。啊，张哥。哦，玫瑰飞了。哦。小贺，不是，这完全是我的取向啊！我的天哪，张真源，张真源，张真源，太羞了吧！我的天，你能不能坐下？坐下，不要太激动。哦，哇！这简直就是我想要的风格，我天！哦哦哦，这最后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人，邪魅一笑的小贺，挺秀啊。其实我有一点点小的建议啊，就是两个人的那个，就《红玫瑰》这首歌吧，我就感觉是那种想碰又碰不到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就是这种感觉可以再多一点点。他能再加一些吗？就是那种，我是感觉可能这两个老师就跳的动作比较小，我就看不出，感觉他们应该没有大跳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在台上啊，一个是氛围，一个是置景，嗯，还有一个就是服装了。嗯，确实这些都挺重要的。如果想把这节目弄好，主要是我觉得唱跳的配合上，嗯，的会比较难一些。对，嗯，其实这个跳都还好，可以。反正得剩下就靠我们自己。嗯，剩下就靠自己了。嗯，是不是觉得最后到红玫瑰还是挺好的？那肯定好啊！我不是最后，我当我到了这一组的时候就挺好。嗯，行。嗯。景茂老师，挺酷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我出戏了。那个噔噔噔噔噔是什么？就这段词儿是没有是吗？还是说那就我们自己填了呗，对吧？挺难的，我们往后面走一点。啊，这边就有点像那种警匪对立的那种感觉。嗯。哦。你现在是裁判变声器变声多久了？我一年。那个 When for racing time 这个音能到吗？他那个歌应该，这个应该可以吧？能到吧？嗯。OK。然后这个词儿的话，不是有两段空白的 rap 词吗？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写一下？啊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词。我觉得可以试试。想试试吧？嗯，那就我想想，你想写哪一段？我觉得第二段吧。你就写第二段吧，我写第一段。OK 啊，那我觉得我们大体就这样了。我们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我觉得没啥大问题。嗯，加油吧。好的，那么大家首先欢迎一下苏新浩第一次来到。欢迎。今天这次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小苏给大家带来一些礼物。哇，还有礼物吗？挺有诚意哦，有箱子哦，又是行李箱。朱哥给我们带的是吃的，苏哥应该给我们带的是喝的用的，一人一双球鞋。不会吧？哦，真的哎，这个有东西，我这个就是哇，真的是。师兄们平常不是训练很辛苦嘛，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喝水，可以泡茶，这个也可以吃面。可以。哦，哎，好，谢谢。OK。我这箱子，我这给我的，谢谢。是，好多东西。这是你的，我的，这是我的。那，
是张大的东西，谢谢啊，每人都是这个，对啊，哇哦，夜宵的碗就有东西了，好吧，比我脸都大，这个土大一圈儿，啊，这个是为师兄们定做的，对吗？定做的，不错不错，怎么说呀？真的是定制的。好的，那么恭喜大家组成了新的双人小组。那么我们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好的，哇哦，哇哦，哦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宣布一项挑战啊！饭后呢，将根据这次挑战的排名，依次选择房间的关键词。嗯，哎，就是不要做挑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是你头顶上有个牌子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哦，自己看不到。明白了，是那个吗 ？OK， 不要做挑战。现在呢，大家一组的要把座位岔开啊，来换吧。我真的好饿啊！把水给我一下呗。我想喝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。对了，我真的只是想喝水啊。那你自己去拿。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。哎呀！对，你摸摸头，那我给你一个这个。行。今天你来第一天，那不是夹一个？那他是啥？你觉得？这是对你的。对，我也给你夹一个，我也给你夹。你们都这样，我也给你夹一个，多不好意思。我就不用了，我对他的爱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懂吗？来，给我上去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要吃什么的？你要吃什么？嗯。谢谢，是吧？好，放吧，放吧。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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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我呢！极限一换一，好吗？可以，极限一换一，我太厉害了！没想到吧？哦 no！ 金镶玉，金镶玉，给你来个现场版怎么样？现场版。假假假假，那么美，是专门去 only gay， 心情全天都帮你变得新鲜，擦掉你的黑眼圈，元气倍点。Yes， 我刚刚这么暗示你，你还没听懂？我说，哦，你暗示他？我不但是这样。啊我猜出来了，什么意思吗？杨翔应该也猜出来了，早猜出来了。这是对你的，啊，我给你夹一个。我就不用了，我对他的爱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换一个吧，不然不好玩。这啥？切糕。该吧。啊！我这是啥呀？这么难吗？你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哎，摘了我。医生，你们不是出两歌吗？啊？嗯？嗯？哎，你们，
说你们不是出了两个歌吗？你们？对。一个叫姐姐真漂亮，另外一个叫啥呀？他开玩笑的，他在误导你，答案根本不是这个。吃。另外一个叫盖世英雄。全校通报。知道是啥了？我们来报个数呗。来吧，来来来。来呗。哦，到七就站起来是吗？到七就站起来是吗？总这么装啊？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输了。为什么？吴亦凡有首歌叫六。强。真的强。真的强。这没得说。吴亦凡有首歌叫六。哇，这是真的秀。这真的秀。翔哥，翔哥。翔哥都知道自己是啥了吧？别装。然后换吧，我是不是站起来了？对啊。他们突然说什么让我站起来什么什么。哦，到七就站起来是吗？你来表演一下。什么？你就跳一段舞。不会。不会。是不是我又可以把你撕了？是。拒绝表演。这有东西。这有东西丁哥。啊，还有一个。因为这有东西啊。帅不帅？帅帅帅，金人心是最帅的。我当然我最帅，除了我还有谁比我帅？没有我。你比我帅？我好吧。不说我，那肯定是我呀。你觉得张志远有你帅吗？张志远有你帅吗？没有，撕了吧。没有金哥，没办法。那我玩那个什么什么有什么啊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那个可以，我先来啊。餐桌上面有什么？红烧肉、大猪蹄子、豆腐、豆腐。做菜名。哎，要喂我是吧？好吃的是吧？哦，丁哥，我玩过你了。哎呦喂，我也死了。张哥啥时候请客呀？明天请客。姐。把筷子放下。站起来。听话，让我放下。站起来。看看你现在多高了，多高了，多高了。站起来，快快快。哇哦！啊！真惨。是拥抱。哦，你这个真的挺难的。我本来是准备打的，我准备是最后的时候，就是哎呀，再来抱一个吧。我还是准备先抱他，你知道吧？我准备先抱抱你们，然后再抱他。哎，只有两个了。对呀。哇，你还有两条命是吧？还一条命。是吗？两人都一条。你俩都一条。对啊，那你们俩就需要九块一个。我觉得我的妈，这个游戏比起你们两个，可是我们最累了。我天，我也是我们最累。我这顿饭吃的，是啊，吃的我胆战心惊，生怕我打草惊蛇。挺厉害啊！小王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啥啊？我知道。哎，拜。最后赢家，你好玩。甜品。Winner is Liu。现在牌子在手上，还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样，就是名字什么的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要喝完，还以为我们要换人，要换。哎，是我们不动房间，赌一把，赌一把，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？赌一下吧呢，就大家，那大家选吧。想选没换吗？就是觉得他们应该没换，所以说我反正觉得没换，我觉得也没换，因为他那个撕下来还有痕迹，多丑啊，是吧？来，我想看一下他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世外桃源，家徒四壁，空空如也，人杰地灵。那我们就按照我们原来，我们选人杰地灵。人杰地灵，真的吗？我们就选世外桃源吧。OK， 世外桃源。啊？我们选啥呀，赫尔？你喜欢哪个？我挺喜欢，我家徒。哎，送你了，送给我的好大哥。我帮我选好了。OK。好，来吧，那么我们现在办理入住手续吧。第一组，好喽，走去吧。中中，
Pikachu。晚安。来第二组，请。希望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见到家徒四壁的你们。再见了，朋友们。再见了，朋友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拜拜，赶紧走吧，兄弟们。很像我爷爷你。他有点好笑哎。哦，真是没换耶，真的没换耶。林建新云在哪儿？林建新云，哦，不在这里了。开始了 ，Yes， 太棒了。他以为我们要逆向思维，实际上可以。我要睡这装。我卫生间有两个枕头。你拉倒吧，每次都是我睡这张。不行、啊。下不去。石头你拿布，布，你发什么样的声音？我喜悦的声音，真的好可怕。哇、哦，他们果然没换，我们猜对了，猜对了，当当当当，他是一个大臀裤。其实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们当时一回来。然后就从三张床变成了一个大通铺，但是也很大了，这个就是一张床吗？就是一张床，吓到我了，我也被吓到了第一次。没事，你一会儿就接受了。是这个吗？是今天的房子吗？哇！当当当当！哇！刚刚的那个可以看吗？可以看，需要挂上去，不用挂上去，它这样开了就是，连一个 WiFi 就可以了。明天是不是就开始学了？你多少号要排来着？家徒四壁，一定要从这个门进吗？对，你们只能从那个门进。Hello， 太巧了，好巧啊，你们也在这边嘞。初夏，你想穿我的拖鞋你就穿吧，这双是我，这双也是我。哎呀，我现在出来谈一口，现在等一下去。No， I'm afraid. Only my feet have been done.好巧呀、啊！怎么是你呀、啊？怎么是你呢、啊？在这边。两万路夫机，再开不到。不开不到。开不到的。你看，开不到我夫机。这个摄像机拍的我眼神好睿智。好弱智，好睿智。哎，这怎么停了？啊？拍你就停了？为什么？没哎，你瞎按什么呀？它只是黑屏了而已。看，我看不到的。怎么？我是啊！再来一次，时间浪费。我们扳手腕，拿上去，快！你好厉害！你好厉害！算了，那这种每次都只能打平局。香的。三家伙，最后一组，石头。三局连胜。啊，石头剪刀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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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能、啊。去了，快去。三局四胜。龙哥最大的魅力点就是你别说了，你肯定你想就是要就是干什么事都要跟我石头剪刀布，然后谁输了谁就去弄那个事情。为什么不做仰卧起坐？仰卧起坐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你也简单吗？你做得过我？我怎么做不过你？又做得过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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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是谁撑三首歌要死不活的？我撑了七首。哦，你撑了七首，你哪儿撑了七首？那天不是吗？对啊，那你该撑七首。不要！
不睡觉？啊？嗯，他们睡公共物业啊。啊？三个人去公务员？两个人。哪有三个人吗？苏新浩在这儿。苏新浩在这边啊。说话呀。我说吧。啊不不不不。我真的吃上了，难受啊。大红唇，张哥。这才是大红唇。张哥。啊，元气满满的，那可以。大饼脸。大饼脸。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没吃，没吃。你最心脏不服。走了，我去。心脏，你没输，你赢。那走，知道。快走。马哥怎么来了呀？你来干嘛呀？我不能来了？肯定能来啊，马哥。您的到来让我们这儿真的是啊感受到了。你就躺下了。喝点可以吗？我试试。这样吗？咱们背要离地，要离地的。主要是哎，哎，这也行，但是我可以这样，行吗？你看看阿小河，看好阿小河。哎，你们为啥跳起来？马哥真是厉害，马哥你滚一个我看看。我会，我怎么滚呀？我还可以，你滚一个。哇，你真棒，真厉害，你真聪明。走，你看，起步去，起步。嗯哼。那推到了一起。这个很正常，抱在一起，这个很正常，搂在一起，这个很正常。我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说石头剪刀布输了，不太明白对吧？那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他输了就要陪他睡，他输了就要陪他睡，就想睡在一起，换个借口。那颜值真是太厉害了，小伙子跟没卸手。我说我这辈子很迷信，你们可能都没发现，他有个不能说的秘密。没办法，这个破的杯子我已经快用了快两个月了。哦，这是舒服，陈明远，快点。来陪我，你这个开的太撑了吧？哪儿撑啊？哦，哇，健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感觉还可以？哦，刚开始好。啊，然后，洗脚的温度跟我妈那个有的一比啊，不是，可能对身体好，这是确实，但是确实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差不多了，今天先体验到这吧。明天继续啊，明天继续。这是鹿，挺秀。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你比这个？谁知道？可能是因为力气没你大。差不多了啊，这个同学的。哦，好了，今天也就差不多这样了吧。然后我要洗澡了，朋友们。嗯，脱衣服了。然后你们就不要看了啊，再见。然后这是逗你们的，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做这样的事？我换衣服了，我换衣服了哦。去换衣服，终于出来了。美华不是抱在一起吗？干了啥事情？有事儿吗？我要睡了。你要睡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不要这样子，这个流氓。你帮他脸，他脸红了，又不要动。那他动，他动，不要动我，弄他。你脸怎么这么干呀？对啊，干皱皱皱。没有之前好柔了。没有之前好柔了。啊！
来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朋友们。这是开门，这是关门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，开，开始关。关门，开门。什么开门关门？再来一次。来来来，青蛙跳跳跳。真人有鬼，真人有鬼。这是开门，这是关门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是开门还是关门？开门。他应该知道。什么玩意儿，兄弟？啊，这是开门。这是关门，开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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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开门还是关门？开门。再来一遍。我感觉还是蒙的。这开我已经懂了。这是关门。真是什么叫开关？开关，开。这是开还是关？关门。啊，你又知道了。哎，不就是哎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，开，这是关门。开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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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。来，我再问一遍。太弱了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开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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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还是关门？没听清楚，什么玩意？这是开门。哎呀，真笨，真笨。哦，再来一遍呢？这是开，这是关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啊，开门，关门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再来一回。来来来，我唱。好吧。开门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开门。开门呀，关门。好。关门，开门。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，开开关。什么玩意儿啊？睡觉了。你再来一次，我应该懂。这开门，这关门，开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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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开开开开开关关关关，它是开还是关？好，他不知道。好，他不知道，一看就不知道。但是他还是关。不用纠结了，你肯定不知道。讲他的，哎，就是东西讲，我给你一讲，讲了就没意思。然后你去，我上去。哎，这要问你玩这个游戏啊，这是一个羊圈。羊圈，这是一个羊圈。假设是一个羊圈。想不到了。抓了几只羊？十只。对。我好像一次性就看懂了，该。是这个意思吗？这是个羊圈。几只羊？啊，十只？不是啊，不是六只吗？我是这样的呀。你得，这是一个羊圈。哦，十只，十只，十只。抓这儿，抓这儿不是十只是啥？对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你看，我们都这样了，我们三个是吧？对。你考他那个，开门，开门。没办法。这开门，这是关门。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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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门。关门，小变态。还看不到你手指不给我看，这跟手指没关系的，不必什么呀？游戏啊，对吧？这游戏这么无聊，有什么好的？哎，晚上一个人在这看电影，太棒。对啊，想拥有。抽到。哦，牛，牛。是我的问题吗？应该也是没用过这个。我用过啊，我怎么可能没用过？你在质疑我的实力？嗯，为啥没效应？啊，因为他没有敲门啊。那怎么关掉了？我们来
大家研究一下这个啊，这是个羊圈啊，这是个羊圈，看好了啊。这抓一份，这抓一份，几个？一看就是六个。错，必须得是十三啊。对呀、啊，兄弟，这个、都把你整懵了，不行吧？我来告诉你啊，这是一个羊圈，这抓一匹。这抓一匹几匹？四匹，那肯定得是四匹呀、啊，肯定是四匹，不是四匹还是五匹呀、啊？我咋不知道啊？反正因为就只有那么多匹呀、啊，只有这么，你懂吗？抓了几只呀、啊？十只，抓了几只呀、啊？7只，只有那么多匹呀、啊。首先是抓了一个对角线，分成了两个三角线。对呀、啊，有一共有六条边，开始算开分拆开有六条边。算一下它的面积。睡觉，来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哎呀，看好，这是正面哈，你确定看是我正面？这是个羊圈哈，这是个羊圈。我这抓一个，这再抓一个，七个。十个。为什么偏是羊圈，不能是猪圈？啊，也行，这是一个猪圈。这抓一个，这抓一个，多少个？多少个？7只。错了。10只。凭啥呀？凭。就凭我来画的这个圈圈、啊、还有抓他的石咱这抓一这是一个犀牛圈，这是一个长颈鹿圈啊，长颈鹿圈啊，这抓一只，这样抓，这样抓太不现实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夹嘛，好吧，这是一个长颈鹿圈啊，长颈鹿圈。我这儿叼起来一只，这再叼起来一只，一共多少只？这很哦，那跟手就没关系了，那肯定是跟手的位置有关系。哦，凭啥这个位置？那你说这是一个羊圈啊？不，这是个鸡圈，小鸡圈。我再抓一只，我再抓一只，是不是？是这哎，想不过来了。哎，今天晚上节目到尾结束，但我还是没搞懂那个什么猪圈、羊圈、鸡圈的。你不能让你搞懂，搞懂就没意思。这么好玩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！那鸡圈真是点儿都不现实。现实当中有鸡这么好抓吗？晚安，晚安大家。你听过这首歌吗？才是，刚刚是第一遍。对。啊、这是一个羊圈，这是看门还是关门？长颈鹿圈啊，这是一个猪圈，必须得是十三啊，10只，四匹啊，凭啥呀？哎呀，我的娘啊！比跳舞还累吗？天生就是当艺术家的料啊！你找到灵感了吗？定这个主题吧，迎难而上。就让我来带领你呈现气候。我现在觉得就没有疼痛感。我在抖。不是最后就好了，不像也一个东西。过的时有都有恃无恐。老是记混了。我觉得这个舞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